给大家附魔片两片啊，这个消灾的啊，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好，嗡嘛呢叭咪吽，三师好，好，大家好啊，昨天在台湾也是一样，做完附魔。也是赶飞机赶得要命，这里一下飞机又马上要进行做附魔法会，所以我告诉我自己，昨天正式在台湾以后，我不玩这个游戏了，啊，绝对不要赶在这最后了。我7点多的飞机，我6点才走，所以行李还没打包，还各方面，因为这先等一下，没关系，啊。来，那个莲生法师，好，上次在说话就不要有另外的声音，好，对，就说先不要发，等到我们好没有开示才发。我现在才知道我们的开示这样子的一个摄影机哦，最近很多人听我的开示，所以呢，我们的法师啊，在镜头走来走去啊。同门啊，走来走去啊，放东西啊，我在讲话遮来遮去啊。现在我的这个网络的这个这么多哎，人家给我看，我才知道哎，很多世界各地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全部都出来了。在2011年的11月13号，师尊哈在台湾中观堂主办的这一个放生啊。放流活动法会，有这个沙雕的金母，然后我去那边，看到沙雕的金母很庄严，就跟他合个掌。师尊还没有来开光，还没有说，就跟他合掌。结果一合掌，那一个沙雕的金母就说话了，他说声音，我一下子搞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声音什么意思，我就放在心上。然后没多久呢，就有一个师姨拿着麦克风啊，就是主持啊这个中观堂莲月上师的啊他们的这个一切的电视的啊师尊的节目啊，他的这个主持人就拿着麦克风，因为有28个舍利塔围着啊在做，那我们只连雷藏寺包了一个，但其他的3个地方，菩提雷藏寺。英国的真度雷藏寺、加拿大的菩提雷藏寺跟美国德州的这个密仪雷藏寺，他们都没人做。那为了要鼓励他们有建设舍利塔，增加赞助的这个名单，所以我通通跟他们讲，你们赞助了，跟他们法师讲，没有人造塔，我们来帮忙。所以变成我们只连雷藏寺的同门法师。本来是只有为我们来造塔，结果分了4个雷藏寺去帮忙，好，那排成一起。所以当麦克风拿过来的时候，一下子我的头脑就空了，要介绍哪里？要介绍哪里呢？大家都说立位上师，立位上师找我来讲话。好，我要讲什么呢？突然之间脑袋里嘣，刚刚金母讲声音，哎呀，大概就是。要告诉我，借这个机会拿着麦克风跟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紫莲雷藏寺这么久一直没有办法有建造去建，外面传的哇满天谣言，说我把钱卷走了，骗走了啊，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盖不起来，请大家不要赞助，反正。什么人加的话都加上去，我都没有办法去解释，因为一方面在弘法，一方面一路这么多的一关又一关的他们的政府的这一种审核啊，又新法规又刁难又什么，终于2011年11月10号通过了，他们告诉我正好13号参加这个活动，所以我想金母的意是声音。就是让我借这个机会公开的宣讲，然后也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那建造出来了，我们会很快的就把它，这正式的、光明的、公开的，
正当的去起见了。我以为就是这样，结果不是哦。结果不是哦，那一天的晚上在台湾的我开示的这个负责制作的法师，连桥法师啊，连城法师，整夜没睡，他们从来没这种情况，做什么？就赶我的录音带把它破上去。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这么样子的积极的这样一直把它送上去，结果就是真的那一天的声音出去以后，很多接到金母的姻缘的安排的，有心有缘的，哇，就看到了。那看到以后也很有心有缘的，就把它跟人家亲友分享了，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在哪里，自己也把它破出来，然后看到的人又再去传，然后再来就进到我们紫莲堂的这么多年二十几年的开示全部都挖出来了，然后就这样子全部嘣嘣嘣嘣就跑出来了。哇，现在只要真佛宗的，不管是什么佛教的，我都开始就跑出来了。那我们都不是专业的摄影机，专业的这个什么摄影棚，专业的这样子的灯光，我们都是很随便的随性的，同媒也跑来跑去，法师也跑来跑去，我每次看就他们给我看说就一个大脸在前面，我一个皱着眉头，就是还没开始，就是这样子，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一传就传到全世界去看了。还有法师跑来跟我讲，外地的法师说，你们也花花钱吧，太老了啦，这个摄影机太旧了啦，不专业啦，现在大家都在看你们，怎么都不懂得好好的去投资在这上面呢？我都没想到这么多，连很多显教的都在我在台湾，竟然还有人在开计程车，我坐还在看我的嘞。计程车里面有一个，那不是我吗？我都不敢讲哎，赶快，对不对？不然在计程车里面就问事了呀，还要东遮西遮的啊，这样子啊。这么红啊，我都不知道。所以当他们在跟我讲什么的时候，听我什么听在讲的时候，我说你们一定是金母安排的，你们听我的开示是不是这个两三年的事？他说对对对，2011年的11月嘛，现在是2014年的4月嘛，肯定就是最近这几年。他说是，我说那就是金母特意安排的，特别安排你们来听，以前没有过这种现象啊，现在怎么会满天飞我都不知道。他们还特别给我看以前这些有名的这些法师啊，这个特别在摄影棚，特别灯光，特别摄影机，特别专业人才拍的，他们就定期都出来，所以他们定期买电台啊，这一些花大钱这样子在弄的时候呢，偶尔会跳出我们一个小格，就是我们，那都是很多很多，然后突然跳出我们，很多很多突然跳出我们，那因为他们是大概一个礼拜一次，或是一个礼拜每一天开讲的就放上去，可是我们一下子一天，就像我最近刚从台湾回来，一个月做了100坛护摩，这中间又包括去马来西亚、去泰国，一天5坛的话，是不是就5次了？然后再加上以前的20几年来的。哇，一下子那些显教的法师或通通都没有，都变成我们了，都被挤掉了，我都不知道哎。他们拿给我看，只要打一个，现在满天飞啊，哇，一堆一堆，很多很多。还有同仁跑来说，上次我们家看你的紫莲坛，紫莲花传奇，我说20几年前的，你们啊，有的看了，有的看了，看了，你们继续看吧。那是20几年前还会被挖出来看呢、啊。他说很多啊，很多啊，我都不知道会这样子，而且很多地方，跑到非洲的也在看，对不对？跑到中东的也在看，世界各地好像都没有国界了，各个都能够看了、啊，连那个什么有限制级的地方。
他们也有方法看得到。我现在科技太厉害了，真的什么防火墙跳一下就看得到，我都不知道什么叫做防火墙，我这个人从来不看了，说过都不看了。所以现在请大家务必知道这个摄影机，不要在他前面哇！我有人告诉我，上次你看你们的法师，哇，拿着那个贡品，然后他好不容易放在决定放哪个角落了，放下来，别的又就在这样啊！摄影机前跑来跑去，有的拿着护膜片，有的拿这一包拿的花，哎，很不专业的感觉哦。啊，突然在同门，递什么东西过来，又过去。然后全部这样遮来遮去，遮来遮去。我说，因为我们这是堂里的开示，突然之间，但堂里的开示要留作一个记录的话，应该也不是这样。我要解释，我们是有在注意，因为我不知道全部每一卷出去都马上有人看，追着看。我这个礼拜六去草屯雷藏寺台湾，每一次看到人，我都要躲，你知道吗？因为都讲不完的话，很多都这样过来主动。上次我每天开车就听您的，下班就听您的，然后呢参加法会，开车从台北开两三个钟头就听您的，师尊的法会听师尊的，回家又听您的，因为你实在太多了。啊，又一个跑过来，上次我早上念太极的时候，以前放音乐，现在是听你开示的。然后啊，晚上要做什么，睡觉前最好听你的，你知道为什么？他说越听越法喜。我说你听了多久？听到清晨。哎呀，太多了啦，我说千万不要啦，睡觉正常生活。他说你讲这么多听不完，最终要学很多，他们这样子讲，他们学很多，而且他们说我们都按那个大拇指的耶，按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他表示说大概说得好就按个大拇指的那个，我们没有这个收集啊，所以就没有，到底是什么是赞还是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开示随便讲就随便传，这都是金母的 power，都是金母，不是我。我们也讲了二十几年呢、啊，金母没有讲声音，根本就是在有缘小圈子里面传而已。但是金母一讲声音，哎，真的就是声音出去了，传得太广了。哇，什么什么根本连听过的都不知道，那有这样子的国家，他也跑出来，他也跑出来，而且很多不是我们宗教的。宗内的别教派的或是不信的也在听，尤其那个苍蝇往生记很多人传哦，很多人传。好，我们现在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看看有没有人翻译西班牙版、意大利话啊，什么印尼话，正好我五月要去印尼，有谁有讲印尼的就打算翻出来，已经翻好了，对呀、啊，那就把它弄出来到那边去，有各种语言，因为这是真人实事的。这个苍蝇，你看那样子的里面的这个宣传，哦，配合得很好，金母配合得很好，很赞叹他。啊，苍蝇就来停在你前面，然后我们就正好可以跟他沟通，然后他又来求忏悔，来给大家上一个因果的这一个课程。让大家活着不要造业，死了以后会怎么样？给大家知道，哇，一个苍蝇，你普通一来一动它就飞走了，可是它从头到尾就是停在我的法座上，就是不走。然后那个手啊，那个脚啊，一直这样子动，这样动就是在大礼拜。那我看到了，我跟他沟通是我啊，我可以 OK 三两下，他要求我赦免他的罪，要求我。啊，答应啊，帮助他去超生，他就可以往生了。那这是我平常可以灵通的，但是我突然想到，以前所讲的这一些感应，都是我在说，总留点一些。现在有摄影机了，留一点东西给大家做一个证据。
所以图南那时候有 Jessica 在我们那里去，我就跟他讲，你要拍啊，不要就拍我啊，那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动作啊，然后他就真的去拍了，真的有这么一只苍蝇啊，然后就开始了，然后我就要示范啊，你看这样子飞苍蝇都不动啊，其实我在那边示范的时候，手在那边会已经在加持他了，看起来在加持，在加持，可以了，可以了，啊，加持他了，念咒了，放光了，莲花接引了 ，OK， 好了，好了以后，可以了，再这样子玩下去都不要修法了 ，OK， 我说好吧，往生吧，就是讲完，如果你们有看这一集的，他就真的正好杯子挡住，这就是经验了。那个角度有什么马上要挪开来、啊、拍的人刚开始只照我都没有照到这一个，所以就没有照到那整只苍蝇，如果、啊、当初杯子拿掉是更好，但是还是仍然看到，因为我说好吧往生吧，然后就在这个杯子的后面苍蝇就滚三次，就翻三次就滚出来，那一个苍蝇就滚出来翻出来，有看到，幸好还有看到这一幕，然后就翻了就走了。那个时间啊，那个 timing 真是好。哇，我就跟金母讲，你们真棒啊。下一次来一只狗比较大一点，苍蝇大家觉得小小的，来一只猫。所以你们不要带宠物来哦。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在台湾中心有一只乌龟，哇，知灵感哦。问世之灵感哦，哦，我要来的那一天前天，突然之间我吃东西，那莲宠法师就把那只乌龟，这个叫来发龟啊，啊，这个灵龟就抱过来，每一次有什么进展就会说上师他现在有什么事情，啊，最近怎么样，啊，我说他现在在更加更上一层的修习这个吐纳，还有念着火。啊，对呀、啊，对呀、啊，每天早上5点多就对着太阳，不知道干什么，就很早就起来对着太阳在那边吐纳，你知道在那边吐纳。我说对呀、啊，乌龟的呼吸龟息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没有吃哦，到现在还不死，对不对？来了好几个月了，什么东西都不吃，什么刚开始什么都不懂，但是就教他，好快哦。好快就什么都懂，这些畜生道真的那种灵性一发挥比我们人都还快哦，他可以讲话的耶，你看大家都我说什么大家都也许没有当在意，他跟我们讲说他是来报名牌的，下次我们看怎么样把他运过来 OK， 他是来报名牌的，大家听到了 OK 很开心，但是真的名牌报了以后大家买一次两次不中就不买了，结果是一个月以后开出15亿台币的奖，15亿是多少钱啊？15亿除30，5000万美金，5000万美金开出来一次，第二次又来也是18亿，你看大家都没信心，没有福了，我只能讲没有福，他报了名牌大家就是没有那样支持的心跟信心，你知道他很担心他爆出来真的有人去买他就完蛋了，为什么？就会来偷走他，他还先预言呢，我如果爆了有人去买我就完了，我的钱都会被偷走了，你知道他请上司要看好我，那他很担心被偷走了，他讲话很灵感的啊。有一天然后他讲，那大家围在旁边，他会一个个讲。他突然看到郑强师兄，你会有车祸，就讲那么一句话。那同门这么久跟我在一起，都不会有反应。当我说，或是我借由什么来讲，这就是你的业报现前。就好像当年的连凯法师，哇，他正好连纯法师啊。他有个朋友在洛杉矶发生车祸，同学他家人来不及去关心去知道去 料理，就叫他赶快去帮忙，所以他去了又看他的同学撞到那样子，他心里就很难过，
自然就会有个念头说，我来替代吧，我来帮他吧，他就到他身上，整个回来就在楼下被拖上来了，不能动了。那个缠身的灵杖这么重，两个人一边又就这样拖拖拖拖拖上来，在地上都不能动了。哎，所以你的福报还不够，功力还不够，只要一个念头就马上上了，就不能动了。啊，那所以呢，我就叫他回去休息。我们第二天有做这个护摩缠身灵超度这些，那不能来，我就叫他弄一朵莲花，放几个米，几粒米，代表他身上的这个缠身灵过来，我就代表他本人的形状的有形的来帮他做超度。而且我们的莲凯法师就捧着那朵莲花来了。那我说莲存呢，在这里，还面带微笑，有点好玩。他缠身灵马上生气啊，啊，就觉得他有缠身灵，你没有啊，对不对？马上就生气，我就看到砰，我说小心啊，小心，那不是只有他有问题啊，啊，你自己都有问题，那他就也没有当一回事。所以当我在说你怎么样的时候要小心，一定是看到了，照理讲已经给你很好的因缘点你了，如果你接不到这种讯息来改变，那我也没办法。像这种东西都是要马上要反应的。然后呢他没有听，回去就在 San Mateo Bridge 就发生车祸了。他开车从来没有发生的，结果车子有人抛锚在前面，闪灯，又怕人家在桥上就有两条链回去撞，那个人就站在车后面注意车来，要给人家提醒，然后大概没有去注意，很黑，等到靠近的时候看到有人一闪，嘣，就撞到旁边了，一圈起来就发生车祸，半年不敢开车耶，你知道吗？吓死他了，就这种都不是开玩笑。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皮特师兄，一个向师兄，有一天来到紫莲堂，正好我在，我下去他上来，就在楼梯上擦身而过。我说：“哈，皮特，你的业障现前了，灾难来了。”他没有反应，合个掌就上来了，礼佛了。一出去，礼个佛一出去，幸好也有礼个佛，幸好我看到了，再怎么样。光明再照一下，加油，那个油桶啊，加好油要关起来，那个油桶要挂好的油架油管，他去付了钱，油管放在加油桶，就开车走了。你们了解吗？那个加油的那个管子啊，那个放在里面，他就这样整部车开走了。就把人家的油箱想象中啊，我没有在那里啦，想象中啦，会糊涂到这样。你在业障现前的时候就是这样，你有干扰的时候就是这样，明明很简单很单纯很容易的事，你全部好像就不知道，想不出来，搭不上线，什么都没有，都没有办法做，就是这样子。我们怎么会讲这个讲到这边来？就是说告诉大家很多事，就像你看那个灵龟，哎，以后有这个灵龟问世最好了，但是又要我翻译，你们又听不到，本来叫他来分担的，结果还是很糟糕，对不对？就开始有人问了，他就回头问我，上次我在问事吗？你说是的，问吧。他一个个同门就哇，一二十个就涌上前举手，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问到有一个师兄，哦，他有癌症，他问他怎么样，他说你呀，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信念都没有，不要说做功课了，单单喝个大杯水你都没有喝过一次，都没有念过一次，这么多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这只乌龟就可以点出来，结果他点头，是的，
我从发现癌症去年十二月到现在，真的没有念过大悲咒，真的没有喝过大悲水。哇，你看这个灵龟多厉害，哪天我们给他偷渡就过来，因为那是莲崇法师的命根，每天捧来捧去，哇，每次护魔过火，对不对？哦，我都在想哪一天失手，是不是 BBQ 乌龟？还每一次偷偷放在香袋，带去给师尊过番加持，哎，哇，那只乌龟真是幸运幸福。好了，我们要开始了，给大家附魔片了。啊，现在我只是讲说，真的，你们要上网，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上才看得到，但是三两下好像就很多，除了看师尊的，还有听佛的、佛法的，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你要touch 到哪一个，它主动就跳出来。我自己看了都有点不好意思，太多了，要小心哈，这个摄影机还是要小心。那个莲生法师，对了，以后这个不要给摄影机看到你的脸，你好多卷都是你的脸，对，都是你的头，下次给你看，很多都是你的脸，正好个子差不多，那个角度正好都是一张脸，嗯嗯。他们问我这个法师是谁，为什么他的脸都在摄影机前面？我也是看到他们讲给我听，我才知道。好，大家发两片。第一片写紫莲学校，紫莲学校，恩奉爱染明王啊，勒令或敕令，紫莲学校光明吉祥律令纲。前面是这样子的啊，祈愿明天4月14号2014年 WASC 顺利通过审核，延续成功。然后多念几遍，为什么我们啊，我这一次特别提早在明天 WASC 赶回来，我的附魔都108坛都还没做完就赶回来，啊，是因为这个 WASC 明天对我们学校来讲很重要，啊，这是在美国来讲，啊，这个私立学校最高的学术啊的这一个审核的这一个鉴定的组织，如果你私立学校，我们学校就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是政府出钱的，像 State 啊，像州立大学这些州立学校，所以私立学校像这个 Stanford 啦、哈佛都要有这个 WASC 的。如果你是好的学校，你有这个 WASC， 人家就只要看你这个学校有这个，就是知道你一切都是最好的。那么最好的，我们学校的学生毕业去申请整个美国的。这一个私立学校或是公立学校，马上人家看到你学校这样，马上你即使在这个学校成绩不好，都会给你上到最好的学校。所以我们学校就是这样，这么小 mini， 这么少的学生，成绩也老实讲不是怎么样，但是个个都可以上 state， 上这个什么 California 的这些 UC 的这些，就是这个，因为就是这个 WASC， 这样明白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对学生的未来要申请好的大学也很重要，哦，就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 WASC， 那你就是沙沙锤的野鸡学校了，差劲的啦。我们能够这么多年前有这个 WASC， 就是老天帮忙的。照理讲是不可能，人家要申请很多的大学、高中、初中。小学都很难申请到这个组织，我们多年前这样子的一个修法回向奇迹得到了，但是他每一段时间就来审核，他不是给你一辈子的，好，他譬如给你3年，他也许每一年每2年就来看，就是来看你不符合这个规则规矩，他就给你再延签1年，延1年给你准备通过，你再来的时候没有通过就取消了。
那你以前有一支连续下去比较容易，你重新再来，那就是比较困难。就好像一个留校查看的学生，一旦犯错，或是警察局或是哪里有黑名单过，他们就保留了，以后要申请就保留了。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特色的，是佛教的，跟一般的公立学校就只有讲一般的成绩学术不一样。所以在以前来讲，我们有出家众在那边飘来飘去介绍，又有佛像，又有佛堂，又可以早上修法，又好像感觉上对很新鲜没有接触过的这么样子的一个宗教特色，他们就会给予机会，看看能不能办出什么，影响小孩身心灵怎么样。如果我们走向跟大家一样不会通过的，差人太多了，说学术学术不能，说什么学校什么东东不能比，就是因为这个佛教的色彩让来审核的人感觉到很新鲜，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这个色彩给人家知道。好，所以这个整个来讲，去年好，我们在要就是说去年在开董事会，那 Ever 拿说今年就去年讲了，说这一次来的审核的人员拿到我面前，我一看惨了，不通过了，一看名字我就知道了，这是二元来的。我当场就在董事会讲话，可是没有人反应，也没有人积极说上司该做什么功课，该怎么化解。我讲话都很，你们以后注意听哦，我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么多年来，那大家就这样晃啊，反正能过就过啊，也不当一回事，就果然不过，就再给一年，今年就是最后的，明天就最后了。不过就取消了，就没有了，就是这样。那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人去当一回事，去很认真的，你知道，很认真的面对这件事。那我不知道，就尽一份心吧。我个人尽到心了，我一百坛的父母都回向。其他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尽到我的心，该怎么样老天你们看，每个人尽自己的心就是缘分了了，尽你的一份心，什么事情你就不必再去担心了，会怎么样就随缘了。你一个人连心都没有尽到，你不能讲随缘的，不能讲随顺的，不能讲随喜的，你一定要完全拿出来才叫随心随缘。一点心都没尽到，就随缘吧，随缘吧。当然事情发生不如你意，就暴跳如雷了，就生气怨气了。我们尽到心以后，心就完全我不只是一百坛，自掏腰包，师尊的主持都写的。我每个礼拜师尊主持的法会，不管是台湾美国，只要我去参加，一定当主持者。回向给紫莲雷藏寺，那现在有瓦斯就回向给学校，回向给所有的赞助者、赞助扶持者，我尽我一份心。那就是这样，帮大家做这样子的一个结缘供养。啊，我就是告诉他，所以现在赶回来，赶得匆匆忙忙的，啊，一百坛做完，然后呢，回来有八坛。正好108坛这样子凑数。本来老天是跟我讲今年的天灾人祸瘟疫战争啊，太多了，你赶快做108坛来尽个心结个缘消个业。我一听到108坛全身骨头都痛，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做了，想再等等到什么时候。然后在2月22号还是礼拜六，正好又现哈达主持，师尊接了哈达的时候，然后给你，就马上我就回头谢师，哎，你们加州汉战你知不知道？我就看师尊，我就合掌，知道，请师尊大力加持，我就走了。
第二天马上就请龙王来布雨，那时候，然后呢，龙王说，哎呀，这个加州的业障很重的，至少你要供养我十坛。我说开玩笑，十坛，我们108坛你就占了十坛，那还每个都出来这样开口，我永远做不完啊。然后就这样子，我说你先给他们笑一下，掉一滴也好，让我知道说，嗯，你愿意帮，那我再继续供，还跟他讨价还价，你知道吗？后来到最后，我想想，只要是佛菩萨开口有那个数字，有那个条件，你就要赶快把握去做，不要去跟他谈价讲价。所以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嗯，啊，他已经开口实谈了，我们先做了再说吧。所以那时候就赶紧做，赶紧做。听说那时候就有下雨了，啊，有下雨了。听说还有同门来，洛杉矶的还跟他说：“上司，这里奥斯卡下雨，从来没有的，这样子不好。”他们在担心要搭什么架，要做什么。我在想，奥斯卡关我什么事？嗯，对不对？他说那个布景啊，那些人啊，那些明星啊，都穿得很漂亮，走什么星光大道什么这些。我说那偶尔淋一下也没问题啊。哎呀，不要下啦，上司，因为他们都听我在开示嘛，知道说我现在是在求雨。啊，上司有土石流嘞。哎呀，不要啦，你的雨一下集中太多，已经太久没下雨，突然那一定会大水灾的，像泰国一样。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啊，上司就水库需要啦，其他地方不要下，你到底要我怎么做呢？有可能吗？是不是？哎呀，真的很为难，老天和人很为难，是吧？所以我说，哎呀，龙王你自己做主啦，我现在比较讲究地震啦，对不对？地灾啦，是不是？啊，听说好像还来几次了，听说洛杉矶在什么时候？啊，突然前上个礼拜，哇，才5.1级就东西掉了满地，东西就开始，嗯，一波一波来了，是不是？一波一波来了，我们的这个妙行小姐，啊，突然之间有一天打电话，妈，我做梦梦到地震了，她开在路上，车子哗裂开了，整部车都掉下去了。她说她自己做到这样，然后她，哇，下面已经好多车了。她说她在一掉下去的时候，不是很深，已经叠在上面了。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啊，赶快爬上来，踏着这部车，踏步那个车，哇，终于爬上来，在裂开的地缝里面爬上来，结果大部分人都死掉了。哇，他肚子又饿又冷，大家都尽量往那个可以吃的大卖场，还可以拿去抢去拿。他说大家很乱，那他要找人，哇，这个也死了，那个也死了。他这样讲，他认识的人都死了。他那时候就很慌，你知道怎么真的来了，来了是这样的结局，就师尊来了，师尊要来做超度了，他帮大家做超度了，就来了。他要去找吃的，赶快供养师尊，可是什么餐厅什么店通通都倒了，根本都没有好好的东西可以找来供养师尊，吃一个饱，吃一顿，吃一餐，什么都没有。哇，他又哒哒哒哒讲很多。啊，我说，那你在梦中这样有没有去观想啊？有没有想一下这样发生，有没有光照啊？念个咒都好啊，这已经在给你预警啦，要消灾啦。他说有啊。对不对？他就求不要发生啊，不要这样子啊。他说他在梦中都发生了，已经梦到了，他从来没梦过的，第一次梦，他就觉得很惨呢，真的发生很惨呢，什么东西都完了耶，都没有了，倒的倒，裂的裂，什么东西都来耶，哇，死伤一片啊，根本都没有人救你啊。那这里也裂开来，掉下去，房子什么都是，哇！跟我讲，我说是啊，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啊，连师尊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今年的八月本来要传什么什么特别大法，现在就传这个孔雀明王地震法，那就很好了，是不是呢？你们家里如果有 house 的啊，我们现在去结界加州的，然后你们如果住有 house 的，或是你们的公司或是行号，这些四个角落去拿土啊，去拿土。我们是哪一天？我们是哪一天孔雀明啊？20号。 OK， 你们就自己本身怎么样子的一个取土呢？譬如说这个是地形，不是东南西北这样子的，这个四个角落十字架的，不是的，是在这个整个形状的两个角落，这样知道吗？取土是这样取的，防地震，就是不是在中间四个点，是在整个地形的两个点，明白吗？去取，自己注定住好，分量要一样重，你去挖一磅回去就是要一磅，不能加任何东西。在台湾的时候，去年吧，还是去年还是今年年初，有个南投大地震，也来一个地震，幸好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这个还是蛮影响。师尊早就知道了，告诉那里的住持去取那个土怎么样，好拿多少放多少。可是那个住持很好心，他就自己想放师尊的护摩灰，护摩灰一点点嘛，而不是更有加持嘛。结果他就放取回来，放回去就加护摩灰，结果地震来，师尊就马上问他：“你有没有听我说的？拿多少，原来拿多少就放回原来的。”他说：“我加了护摩灰，你看都不行，记住了，都不行。”所以在美国比较有这种土啊，住在的这地方，你们家里有，个个都去拿。等地震来了，隔壁啊倒得要命，你就在那边不动了，你看就这样的，对不对？好，就倒一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知道，我们二十号你们各去，你们自己东南西北你们自己写好，好这样子放着，你的家放好。那你如果拿什么玻璃杯好来装土，你记得放回去的时候倒下去要刮干哦，刮干净哦，不要还留一些哦，因为你拿多少你就要放回去多少哦，明白吗？那这样不保险之下，很担心刮下去还留一些，好像还有一点差。那有一种比较保证的方法，已经别人先做过了，这样子讲，就拿一个塑胶袋称重，完了以后修法回向以后加持以后，那一包土塑胶袋就整个埋下去盖起来。那我感觉到土归土，你塑胶袋很难融化的，是不是很久啊？所以呢，我的想法，如果很不安全的感觉，拿什么盒子拿什么，那你就拿一个，我们买 sandwich 都有一个那个 brown bag， 有没有？那是比较容易可以 消失的，是吧？可以，好像不是等很久的那一种，比较容易去买那种可以容易那个 recycle 的那一种的纸，然后纸你放下去称多重，然后外面再包个塑胶袋，以免它漏出来，然后就拿来这里加持。加持完以后回去把那塑胶袋拿起来，那一个容易的那一个纸啊，就放在里面埋起来。这也是可以，你们听得懂我讲的吗？好 ，OK。一定要拿棒还是就是？你拿多少是多少，重量都一样，四个角落拿的重量都一样。好，告诉大家，赶快二十号的时候，好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做了以后，这现在是四月份啊，那到八月师尊再来，你们再拿土去加持，知道吗？在西雅图。八月二十四号，师尊特别为这样子来做这个孔雀明王的防地震，那您正好都有取土去好好的加持，加持完了以后啊，过番啊，加持啊，
然后再带回来，再放回你挖土的地方。对呀、啊，你不要住你家，你们那个地方一定有那整片的地呀、啊，好心一点嘛，是不是？不要只有守你家嘛，你本来我们加州现在都在做了，你看看，对不对？我们同门分几批啊，还没有回来的，有现在正好坐开七八个小时远的，现在分几批去取啊？现在今天去还是昨天去的？对呀、啊，今天取土。对呀、啊，今天取土啊。就整个加州啊，那整个加州取回来，我们再回去加州啊。所以这个真的今天的真佛宗不是一般人可以知道想象的，我们是真正在做立身的工作的。你等到这种天灾人祸，像我们在像在台湾，像在台湾，等一下要咳嗽了，一讲到这个就要咳嗽。我一开始起坛做这个天灾人祸的灾难了，我的手就不能动了，就不让我做，整个手伸不直，现在比较松了。哇，那每一天都伸不直，不能做事。像好像现在这样子，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都没看医生，也没吃药，就随他们。就好像现在这个手就凹下去，伸不直了，没有办法伸，一定要再手去把它扳开来。所以我譬如说结莲花童子手印弯不下去，我自己手要去把它按下去，这样按下去，然后开的时候再去，哇，比手印很辛苦嘞，很痛嘞，这不是没有感觉，那个筋好像就黏住了，就开始做就这样子。那今年的天灾人祸太厉害了，哇，那时候正好听到一个苏联要攻打乌克兰啊，也不是我们的亲人住那里，我们也回乡啊，啊，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OK， 是不是？连你看看，连我们一个同门在礼拜天，今天是礼拜几，上礼拜天4月6号，他就包个主祈者回向什么，回向台湾现在一个学生赞助什么那个立法院什么太阳花学印还是什么，这些连续两天礼拜六礼拜天都各自做主祈者来回向给他们，马上离开。礼拜天做，做完礼拜一就哇，突然之间真的走好快啊，全部大部分都走光了，只剩下50个留守，然后马上就决定，很快的。我们一路在这样做，现在最担心就是瘟疫，其他都是一个小地方小地方各自业报灾难，瘟疫是最可怕的。我刚刚在领行李，我看到在领行李上面好大的叫什么，现在有个什么什么西什么西拉什么坡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有一个病毒啊，西波拉，伊波拉，对，好像是这样，就告诉大家要很小心。如果你感觉到你在发烧，你全身无力，你咳嗽，你种种的要小心，很有可能就得到这病毒，因为现在已经死不少人了，非洲传过来的，1976年就一次了，死了不少人，现在又开始复活了。师尊早就预言了，他每一次的一年开始都会预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年就怕他还有三次了，这种细菌以前我们曾经有 SARS， 大家都很担心，所以这个也给大家了解，又怕有战争，你知道今年一定会有一些战争的。哎，修法回向吧，真的只能这样子了。今年是马年啊，要发生都特别快，你知道吗？特别多，特别快。为什么不马上有钱，都马上有灾呢？真奇怪。好，来吧，就好像那个什么。那个林龟讲说啊，正强你会有车祸，哇，吓死了！正好我那边做父母，哇、哦，又买贡品哦，哇，又做功德主坛哦，那正好周师兄回去，
那周兄送他们到回来美国，那周兄车子钥匙拿着要开，他说周兄我来开，就说不必了，我已经开了，没有我来开就被抢钥匙，结果他就开，周兄好就让他开，所以周兄就走过来就坐在副驾驶座上，就这样开出去，才开出去没有几分钟，他这里是红灯变绿灯了，他就踩油去了。在开车要出去的时候，十字路口要特别小心，我们是绿灯可以走，别人如果闯黄灯变红灯就危险了，所以出去的时候都要左右看一下，不要马上就加油冲过去。所以他以为没事的，砰，人家闯红灯了，砰，就往周师兄这个位置撞进去，整个玻璃破，整个车子凹进去，正好周师兄哇，整个也许就是有这么一次的这一个，你知道吗？所以他现在很虚，所以今天还看着开巴士，哎，还不错嘞。讲电话打电话给他都很虚，人也会吓到嘛，不要说怎么样，上了年纪哇，所以现在正有理由叫他带什么，我手提不动了。那老了嘛，两个一撞那个骨头，把里面的撞扁了或撞什么都有后遗症。那他就很生气，为什么我念咒的书附魔的，他每天都在持咒，只是没机会来做附魔，他有做附魔，又做功德主主持者，又买贡品，他就可以避开车祸。本来是他坐旁边的，他开车的，这一撞哇，一定比他还严重。不过周兄还算好心，他说他撞到的时候，他第一个念头说，好彩不是上司，好彩不是紫莲学校的学生，是他，哇，是他，他个老人家没有关系，啊、哦，幸好，如果是上司这一撞，哎，什么事都不要谈了，啊，幸好不是学校的学生，他被撞还有这种念头嘞，你看看，还算不错，你知道，所以他这样子哦，看起来好像可以，可是就是就后遗症就来了。所以你看哦，有做有差哦，真的有做有，本来该他的哇就不一样了，真的是这个附魔是很感应的，他接受到这个讯息，正好在那里，嗯，多做几坛的。好了，我们还有一片是不是？紫莲学校还有一片，写自己名字，祈愿今年一切灾病魔障冲犯干扰冤敌讨报。迅速消除，不要写得那么远，就今年能够平安最重要，每一年、哦、能够平安就最重要。今年一切灾病魔障冲犯干扰冤敌讨报迅速消除。广东话怎么说？连开法师你念一遍。是祈愿是今年一切灾病魔障冲犯干扰冤敌讨报迅速消除。再念一遍。今年一切灾病魔障冲犯干扰怨敌讨报迅速消除。好，英文怎么讲、啊、原来有人在学哦，他们很开心，就是怎么写没有人教他们哦，他们修法回向法会怎么求都不知道，原来是听我的开示学很多哦。我这次去马来西亚，我附魔片给那些哦、这个法师弘法人员一人一片告诉他们怎么写，两天下来三天下来，他们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都不懂哎。你们在这里好像很简单哦，真的有的人想要求想要多一点认识都没有哎。啊，会讲英文的谁讲一下，会讲西班牙话的讲一下，会讲潮州话的讲一下啊，会讲什么话的，因为很多同门不同的语言，不见得每一个听华语都听得很清楚，加上你的家乡话、啊、也许就会比较知道。好，谁自愿来讲英文的说一遍啊，谁感觉到这些话可以用英文讲的流利的，用中文好像很容易、哦、谁能够讲西班牙话的，巴拿马来的同门，谁能够讲潮州话的？我这次去泰国，哈哈，真的是不会讲泰文，又不会讲潮州话，好辛苦哦。
那里的华人几乎都是潮州人。客家话谁会讲的？你们谁会讲就出来讲，他们在听这个开示就可以讲。OK 啊。哎，那麦克风拿给他。那边有没有麦克风？来，谁出来讲一下？我讲客家话。对。今年一切灾病魔障充放干扰，连体淘宝迅速消除。哦OK 了，差不多了。OK， 好，这叫客家话。OK， 潮州话有没有？谁是潮州人？谁西班牙跟英文？谁会讲意大利话？你看师尊现在跟大家打招呼，都要每一国语言都要讲一下，对不对？有谁？啊？日本话？哎，真的是就有这些民族的人来跟我讲哦。好，好，有没有？哎，这里是美国，不会用英文讲是很丢脸的嘞。你如果去台湾，去别的国家没话讲，这么多人都会讲英文，竟然叫你们来翻译一下都不会。哎，哪一个自己举手，跟大家有缘的众生结缘啊？以今年一切灾病魔障充分干扰冤敌讨报迅速消除。哪一个啊？在这里出生的，在这里受教育的，啊？啊，那个 ，come，OK，麦克风。May all the disasters, illnesses, karmic hindrances, karmic debts caused by spiritual enemies will be remov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year. OK， 西班牙话。拉丁语系的，这里巴拿马来的，很多讲西班牙话的，有没有？谁自告奋勇，结一份善因？你讲的噼里啪啦，我们也听不懂，就结束了。OK， 好来，人家听这个听到了，他就会懂得怎么样子去回向。这说出来，很多人不懂得怎么求，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西班牙。Que todos los desastres, enfermedades causados por enemigos espiritual se desaparezcan inmediatamente. ¿Está bien? 好唔好啊？好。啊，听得懂的就知道了，听得懂的就点个头给我看看，听得懂的人。哎呀，几个哈，听得懂哈 ？OK。好，谢谢。还有什么语言的？因为我出去我才知道说我们在教大家写附魔片，他们很需求求这些，因为他们不知道修法怎么回向，怎么祈愿，怎么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个回向就帮助他们了解怎么样去针对面对他们的问题灾难，怎么去祈祷，怎么去求，否则真的一大堆问题不知道怎么厘清。所以我出去，他说上师你那个回向教大家真的很好，他们都抄下来了，以后就懂了，然后告诉人家，人家说哇你怎么那么聪明，你怎么那么智慧，他没有听立慧上师教的啊，真的很好，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懂就讲给其他的，不是每一个都懂。这里有没有印尼的？没有啊，没有印尼来的，哪一个？啊，印尼的，印尼的没有。还有什么？这里有没有其他什么民族来的？我们不知道。啊，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讲华文听得懂，我大部分讲华文听得懂。好，我们开始了。爱喇明王，多念几遍，赶快送过来。好，开始了。我们祈求爱喇明王慈悲下降受供。今日真佛宗弟子于紫莲堂诚心敬意
备以花香灯茶果美妙甘露一切的贡品来感召冥王下降放光铸造加持众等夜宵浮增光明清新自在如意所有的一切恶缘怨敌残障都能够消除退散给大家迅速生口意所造的业都能够清净消除让大家能够清清心心清清净净修持根本上师所传之法皆能够有成来弘法利身来弘扬真佛来广摄众生广利众生祈求阿难明王慈悲加持 Om Mani Padme Hum